被逼的，是被公司逼的，嗯，给我这样的戏，逼我要剃头、跳楼、翻车，没有，其实是这一场戏是非常的重要的，是关键的时刻，就是说坐牢的戏，然后 Ancock 会来看我，他说约定我要不要他等我出狱，那就 confirm 我们是不是在一起，现在还是卖个关子，可能我会叫他，你找别人叫吧。其实我的工作是蛮不错的，是阿龙的 agent 了。蒋明呢，他是做放高利贷的。不过因为为什么会去坐牢呢？他就是去自首，他一自首呢，他其他的跟着他的人呢就会所谓的无罪释放，因为他已经承认什么都是他干的，所谓可以说是救他们了。其实虽然说是为了整个戏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场戏，是必要剪的，而且我也是同意要剪，不过内心来说就有点挣扎，为什么呢？是有点舍不得啦，因为以前拍戏的时候也是有剪过，不过那时候是 flat top 而已，现在剪到什么程度呢？可能剪到一半呢，要拍照，然后给我的监制看。如果他说要短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剪短下去。唯一有点怕的是什么？年纪开始大了哦，怕剪了头发之后，头发长不出来，有没有这个原理我也不知道了。基本上应该是 GI 吧，或者我说比 GI 长一点哦。如果是可以这样，我还出门的时候去 clubbing 的时候还可以 style。如果剪到很榴莲头的那种，就好像 Army Boy Recruit 这样的，都不能 style 了。This GI cut that was in 1982 1982年的时候，那个很多年前了，很多年前没有想剪这样的头发了，所以现在还是很乱了，心情还是很乱了。有不同的头发造型，因为有时候是短啦，有时候是比这个长，然后头发的颜色也有不一样，这么短的已经是从1982年到现在没有尝试过了，最短的是只有 flat top 啦， flat top 其实还有一定的长度的，所以也不懂样子出来会怎么样，然后头型好不好看，后面我感觉上我好像没有 David Beckham 的后面的那个头圆圆的很美，希望出来能见人了。对，其实男人头发就好像女人的胸部这样很重要，因为人家第一眼看就看你的头啊，看女人都看胸部，其实蛮残忍的哦。所以暂时觉得头发还 OK 了，不是说有秃头的那种现象，我还是要保护的，因为48岁了，很多东西开始慢了，所以不管是护发也好啊，放锻炼也好啊，健身也好啊，都要经常去做。保持健康的身体，我相信这些都会保留在这边吧。
我想象中了还要短了，说没有办法，我坚持说要降了。不过最重要是要像一个坐牢的人，不要太难看就好了，要上镜的。总的来讲还满意了，还蛮满意的 OK 的。本来我以为我的头啊这边会非常的扁，不过看起来还可以见人啦，虽然没有 David Beckham 的脸，不过给你们看看郑格平的另外一面吧。我相信不会，我喜欢比较端庄的，尤其穿衣服的时候，就是太花俏的我就比较少，然后出门一定要梳的吹得很美的头发啦，弄一点 makeup 啦，这些东西我比较少做的，尤其是 makeup 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喜欢整个很自然的感觉，所以这次剪了这个头发，打理也是比较容易，洗头发又可以省水省洗发精，所以这个月的叫我老婆洗发精就不用买了。希望我可以turn her on。希望她能接受了，我相信可以吧，她很久没有看到我这样了，很久没有了，真的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事啊，轻松是肯定的，我觉得是蛮凉的，尤其是在冷气方面，冷气的房屋子里面就觉得格外的凉跟清新。会不会年轻呢就让你们看看，如果加 comfortable 的反而这样的头发不会乱啊，甚至我还可以加摩托，戴了 helmet， 把 helmet 拿上来的时候头发还是这样。反而有时候头发多又不好了，不过有选择性，我还是希望有头发吧。我的这个理发大师跟我讲，以我的头发两个月可以长出来，两个月嘞，真的这么快？好，我就从今天开始办，拭目以待。从这个到我之前是还没剪的时候，两个月时间长不出来，我就找他算账。就是前天我跟玲玲说，这个戏的最后一天我要剪头发，我要来这边剪。他说你一定会有问题。我说什么问题？说你看到你脸最近有很多 pimples。说对啊，因为我吃很多牛肉。对啊，他说你吃很多牛肉，你脸上长 pimples， 你的头顶也一定会长 pimples。我说是不可能的。说剪了之后我们再来打赌。好，现在我已经剪了。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很多的记者他们是不会骗人的，还有摄影师，我一粒 pimples 都没有。你看潘玲玲，你完了，你最少欠我一餐，欠我一瓶红酒。